败毒前检察长林伯志大律师的大作。破案玄机令人忧虑，阿扁颇有同感。他说过去机组人员利用随同总统出访机会违规超买少量免税烟酒，勉强可用贪图小利的人性弱点去理解，但两任总统任内动辄数千条甚或万条香烟的大干，那就不是超买而是走私了，法律责任也将无可逃避。又说这个案子看似办得风光漂亮，但在门道上却透着让人不能忍余言的玄机。其一，总统出访，随机人员借机走私，是国安大事。国安局长彭胜竹居然在下飞机时才被告知，先前对彭保密，怕他泄密，或担心他泄密给谁。其二，新北市调处在总统出访期间就接获检举，证据显示走私洋烟藏放在华善仓库，何不立即报请检察官查扣，要待总统回台，装在私烟车队跟随总统坐车驶出机场时才进行拦截，难道是在针对总统？林伯志进而指出，调查局和其他军情单位一样，长久存在严重的党国意识形态。今年一月，韩国瑜府当上高雄市长，以新北市调处蔡处长为首的七八位正副处长和他一字排开拍照，还竖大拇指比赞。七月初，高雄市调处严副处长连续在 LINE 群组转贴不实言论，诋毁蔡总统和苏院长。最后，他特别强调，他把问题点出了。阿扁则欲请政府有错就要改。好比说总统的两大幕僚长，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是不能同时随总统出访的，否则一旦国内有事，府中没大人是没办法做好危机处理的。但危机也是转机，绝对不能掩盖真相，像挤牙膏，伤害只会更大。如果外传真正大伟的在府党都有重要职务，而且还是选举操盘手之一，总统更应该破除情面，壮士断腕，不要再被这些败类拖垮选情。阿扁也要提醒，军队还没有真正的国家化，效忠不服从那是真的。如同国军是党军，调查局原本就是国民党内部的组织，仍未彻底转型为国家的调查局。不止勤搜政敌，更是介入选举。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所谓弃黄保陈是假的，弃黄保赵才是真的。赵少康阵营在选战末期操作弃黄保赵拉下阿扁，而最早就是从调查局内部点燃的，只是没有成功，阿扁才能大赢新党的赵少康13%以上，换成选票超过19万票。2020选战已经开打，检调司法介入大选，提前选边站，他们的政治嗅觉一向最为灵敏，又意味着什么？阿扁啊，对着最近有一篇文章，我非常有同感。伊是前高雄地检署检察长，现主席已经退休，转任做律师。林伯志所写的题目叫做破案玄机令人忧虑，破案玄机令人忧虑。伊来咧点出即届调查局来办理咱蔡英文总统伫出访期间前后来咧侦办，利用专机出访，
来做所谓的招数缘分的代志。啊，到底有啥物问题？林博士、大律师、前检察长，伊是有专业，啊个内行，所以伊最后讲，伊已经将问题点出来啊，特别刷入去看政府是毋是有看到。当然，咱政府一定看会到。我嘛相信，加加减减嘛会向咱蔡英文总统来做报告，总是阿边啊有看到。我嘛非常认同伊的分析，伊的评论。当然，伊伫文章打开始，伊就咧讲。伊讲，那如果利用总统出访的专机，加减来咧小贪，加客瓜免税分，量那无济，这是正正常的人性。但是那坐到几啊千条、几万条的，迄绝对唔是讲贪小便宜。的小问题，这是牵涉到涉嫌犯罪的大问题。这不是所谓的买超超买，这是真正的招数。所以连林博士大律师前检察长，伊嘛是安尼认为。不过，伊点出一个问题，就是为啥物？为啥物？伫总统七月十一出访的前三天，人已经有检举，有密报。甚至时代力量的立委吴国昌也已经提起予调查处来做检举。啊，到底伫出访前就已经有人检举，啊，为什么调查处？敢讲无报予调查局，啊局长敢知影？啊局长若知影，敢报予法务部的部长？啊部长伊敢知影？做一个调查局，伊嘛是国安局所盖管的八大。政治情报单位之一，所以调查局敢有向国安局来做报告，敢有向国安局的派局长彭胜祖来做报告。啊，那如果国安局局长无接受到报告，或者是法务部的部长也无接到任何的报告，啊！你讲调查局新北市市调查处到底因是咧担心啥物？惊向顶官来做报告，所以呢，高层会去泄露。啊，那泄露到底，伊是咧惊讲泄露予啥物人？惊泄露予行政院院长、国安会秘书长，或者是总统府秘书长，更加
去到高层是走去社楼和总统，敢讲是安尼？这是中间的一个疑问。林博士，大律师前检察长，伊伫文章佫特别讲起，讲为甚物早就接到密报检举，阿嘛知影，甚至调查局的查某副局长，冒去到华山的仓库来看到遮的羊粪。啊，看了先抓无动静。那副局长既然有去到华山仓库看到，你讲调查局的局长会唔知吗？调查局的局长是法务部蔡部长所推荐的接任的人选。蔡部长嘛是咱蔡英文总统伊所指派，所以你讲因唔知辨白，那知影会无向顶官阁报告吗？问题是为啥物站班慢班，明知影？这些所谓的走私的重物，这些羊粪，安尼上万条，放伫华山的仓库，副局长也去看过。为什么无马上报请检察官来查扣，来保全证据？一定得爱等总统的专机。安尼倒转来台湾，刷入去伫桃园国际机场，遮个走私的羊粪对着总统的车队要倒转来台北，要倒转来官邸，要倒转来总统府，阁继续上班，啊伫。中途来啊，伊拦截。啊，你讲这款的办案的方式啊，到底是针对什么人？是不是针对咱蔡英文总统？要伊歹看，或者是真侪疑问？加。2020年的总统大选有真密切的关系，因为呢，那只要媒体的报道，新北处、新北的调查处，你想讲处长、副处长？在韩国瑜当选市长了后，调查处的处长会当率领正副处长，安尼正十个一字排开，甲韩国瑜市长来做伙协商，甚至中间一个副处长透过 Nine 来咧破对蔡英文。侮辱的这个言论，翕相处长带头来破门侮辱，抹黑咱蔡总统，嘛是来自新北市调查处的副处长，所以这是非常显然。办这个案的调查处，正副处长是不是有更加进一步的政治的动机？
为着2020年的总统大选，韩国瑜市长当选，因就会当甲伊做伙来翕相。坦白讲，调查人员，特别是遮个主管，政府处长阁人遐尼济，甲公开徛出来，甲韩国瑜市长做伙翕相，这敢讲是因的业务范围。所以对着政治遮尼热衷，韩国瑜市长的当选，对因来讲是遮尼重要。所以到底，亲像林博士大律师前检察长所讲的，调查局上关者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的单位之一。简单讲，调查局早期是附属于中国国民党内底党的机关。人讲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正式的单位哦，那是慢慢民主化，它独立出来，变成属于法务部的下卡调查局。所以历任的调查局的局长拢在咧讲，调查局是国家的调查局。是人民的调查局，啊，实际上，在党国主义之下的教育加训练，这个调查局，在过去的历史记录，一直到今麦，这款的党国思想，啊，佮属于国民党盖棺的调查局，佮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调查局。到底经过这样民主化这么多年的中间，有多少的改善和进步以及提升？所以在这次来申办来申办所有的招数优分的案件，可以说充满着政治的动机。所以不怪林博士大律师前检察长说，破案的嫌疑使人非常的忧心，令人忧虑，不是无原因的。阿边啊，我会当做一个上介好的见证，就亲像讲，咱咧讲啊，国军是国家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效忠国家、效忠人民。但是，和你讲，国防二法、国防二法、国防法。实施了后，明文规定，军人嘛爱保持政治中立，唔是效忠国人，唔是效忠某一个政党，是属于国家，效忠国家，效忠人民。但是讲较简单，嘛唔是讲宪法规定。军队国家化，啊，就军队国家化，不是宪法规定讲司法爱独立，审判独立，啊，就真正独立，无去受到任何国人甲政党的影响。所谓土法不足以自行，所以伫军队有一句，私底下大家咧流行的话。讲效忠无服从，表面上效忠，实际上内心无服从。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但是虽然是安尼，咱嘛是爱走向军队国家化。需要时间。前无偌久，咱蔡英文总统去军队，伊也真欢喜，来讲出讲啊，过去军队甲国民党比较得较密切，即摆经过伊三年的领导，即摆无共款啦，甲民进党较接近。啊，实际上一句话。拢总是客套话，阿哥会当来做一个理解，但实际上无可能。你讲过去甲国民党比较着甲亲军，啊，即摆嘛是同款，甲国民党甲亲军，到因为民进党的总统、民进党的三军统帅，啊，就来改变外界。我会记得过去做过国防部副部长嘛，做过海军总司令，甚至最后阁派出去荷兰做代表。顾崇言，我真尊敬的一位，一个儒家。啊，毕业做立法委员的时阵，我嘛真钦佩，竟然伊在立法院讲，因咧研究。有一天若政党轮替的时阵，军队国军要安怎来应应？啊，结果呢？在2004年，安尼国庆和连双配，阁无在调客回政权，阁有阿扁啊，继续连任成功了后，应对总统府头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底下咧控制，买国造反。顾崇年迄当时是亲民党的立法委员，徛伫宋楚瑜这边，咱会当理解，咱也无话讲。但是伊的政治思想竟然讲啥物？讲军人有选择三军统帅的权利。感到三军统帅照宪法是由总统来咧兼任，总统兼三军统帅，总统是啥物人选的？是全民一票一票用民主的选票所投出来，所以是人民来咧选择总统，总统当然来兼三军统帅。竟然顾崇年，顾崇年在他生前呢，敢讲出军队军人会当有权利来选择三军统帅，啊，这不是违背宪法吗？啊，意思是讲军人会当选择三军统帅，啊，军人唔得咧会当来决定总统要由啥物人来做吗？不是你介意的人，啊，你就会当来推翻吗？所以完全无民主的素养，无宪法的意识，啊，这是伫一个过去咱那个真尊敬的顾崇年上将、副部长、总司令大帅所讲出来一句话，安尼你想讲国防法哦，已经啊通过啊。政治要中立无？啊，你看偌危险！所以伫军队是安尼。你讲来讲到调查局，阿扁阿哥会记得伫25当前，1994年，我咧选台北市市长，大家爱记得未？为讲阿扁阿会赢赵少康，赢13%几，赢19万票。沙卡都是因为弃皇保存的结果，讲是阿扁阿的电影，阮咧操作，大家放弃黄大州来投予阿扁阿做市长，阿扁阿才会当赢赵少康新党的市长候选人，
赢13%几，赢19万票。尾也是安尼解说呢，但是我所知影的，因咧我讲的，迄当时政治单位，特别是调查局，因咧操作的，介入台北市的市长选举，因是咧操作弃权保造，放弃黄大州来保赵少康，未使用阿扁啊来当选。迄伫过去侪侪记录、侪侪讲话，拢总会当来证明这点。所以阿扁啊亲自的经历选过台北市的市长、政治单位、调查局，基本上因就是属于较亲来的，啊要讲更加白话，就是属于心动迄款的政治意识。所以即摆2020年总统大选甲要到啊，你讲有即款的评论，有即款的忧心，有即款的讲法，毋是单纯的走私犯罪，中间还有伊的政治的动机、政治的目的、政治的操作。当然，阿扁也嘛要来指出，咱嘛得要检讨，为什么伫7月11日总统出访之前的前三天七八，调查处新北市的调查处已经得到密报，啊，咱到底是安怎安尼无要无紧？国安，咱的情资是安怎来的？监控竟然唔知影，所以到底基层是安怎来的武器出的？啊，基层的武，咱高层唔知影，迄嘛是咱高层的问题呢？啊，整个的发展当中是伫咧出访的这个十通工的期间，你讲？你想讲，咱的人，当你讲啊，花旁的歌展，甲疫情中心，或者的维安人员，因有啥物交接？所以啦，冒出遮尼严重的代事，花旁负责总统的会安、会旁的安全，国安局所属的特勤的中心，这会安的人员是负责总统的安全，一个会安，一个维安，看偌重要，用到尾啊，这两个竟然来勾结做伙。啊！你讲要做危机处理，伫中间绝对有真侪证据显示这个代志，真严肃、真严重、真要紧。啊！结果，管国安局的、管国安局所属的八大政治单位中间一个调查局的国安会。主席当然是总统，是一个负责的，就是秘书长李大伟。同款，特勤的人员伫总统府有一个单位叫做侍卫组。啊，你想讲是为做属于总统一个正式的单位，啊，设立总统府。啊，总统府啥物人盖管呢？法定机关的负责人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啊。啊，你想讲，今仔日发生代志，
总统的秘书长出国，讲对总统的专机出去，留在美国，佮对总统的专机倒转来。讲完话，秘书长李大伟低头对甲尾。我要讲的，我八年总统的经验，无一个讲总统府秘书长甲国安会秘书长同时出国。总统伫总统府的两大秘书长无了掉，第一个是总统府秘书长，第二个就是国安会秘书长，绝对是中间有一个爱留伫国内，万一若发生啥物重大的代志，阁会当做危机的处理。结果两个同时出国，伫阿边个经验，总统府内底有两个副秘书长，负责外交的副秘书长一半就是对总统来出访，所以呢，有一个负责外交的副秘书长对总统出去，总统府的秘书长是无任何的理由讲伊得爱对总统府出去。那为了外交，副秘书长过来，但是你若讲阁为着其他的选举啦，其他的政治的理由，爱阁去美国来做啥物法律，你讲这就阁复杂去啊！这不是单纯的拼外交，这个是加减，是不是为着选举？那安尼，你到底出钱，输费出去，无吃，你嘛会当讲用公费去行你家己的行程，为什么搁来省一个总统专机的这个飞机钱呢？一定要对总统出去呢？你会使先出去啊？啊，先回来啊！无必要，总统无伫的，你也无伫的啊！安尼伫厝内无大人呢？副总统是无咧参加这个危机的处理，重大事件的参与来做检讨甲决定的人呢？所以，众人知影副总统无咧插这块，当然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咧负责嘛。啊，敢未使同时出宫呢？这毋是第一届呢？有需要来省一款飞机钱吗？一定要坐总统的专机做位出去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值得来做检讨。当然，国安会秘书长对出国的机会比较的较有，但是嘛，袂使加班陪啊。和你讲，人对出国，唔定咱咧讲啊，总统出国的期间，照常咧开国安会议，啊，即届开伫底，毋知做一个交代啊。国安会秘书长有来报请总统来开国安会议，就是你根本你都唔知影讲啊，这个大事发生到啥物严重性？那安尼这嘛是失职呢？国安局的局长落台，市委长落台，你讲国安会秘书长你拢总无代志吗？讲袂过嘛？所以呢，真正讲来讲去，这个危机的处理真正无及格呢？大家有烦恼呢？莫讲这个案件到底会查到什么程度，大家嘛还搁目睭紧紧咧看呢。阿扁嘛知影真济呢，我不便搁讲出来讲啊，我搁咧予咱蔡总统咧为难。但实际上，这嘛是蔡总统会当展现伊的担当魄力，无输上介好的一个危机处理的机会。该闪就爱闪嘛，啊，搁有人嘛，毋是即摆大家所看到迄几个嘛，啊，搁有特权嘛，碰死啊，就是安尼违规乱做嘛。伫总统府嘛挂职务啊，伫党嘛职务啊，伫选举嘛咧操盘啊，啊，即款人诶，
太太，啊，你长期有这款的歹习惯，你讲这款，啊，搁会当为着你来暗砍，要来保护因，阿阿婆，啊，第四总统能拖拖落，啊，你敢会好？